大家好，嗱，終於又再同大家見面啦。咁啊，城寨短打咧就休息咗一個禮拜之後咧，咁啊今日復活咯。咁復活之前，大家可能睇到我點解好似成個人有啲唔同咧？除咗因為有一個禮拜嘅充分嘅休息之外咧，啱啱咧我就上完呢個智慧術訓練班，咁咧就同四十幾個朋友咧一齊咧就學習呢個點樣解鎖啊，跌咗落地下點樣盡快起身，就可以防止被人襲擊啊咁樣。 咁啊！呢個智慧術訓練班咧，就星期四上咗一堂，咁就星期六就係上另外一班嚟嘅。咁我哋已經總共咧就有一百位嘅朋友咧可以參加。咁啊，裏面咧有好多係學生咧，最細嘅咧係十二歲都有。咁咧就所以，我哋仍然咧係會再舉辦呢啲嘅智慧術訓練班俾同學嘅。總之，到最後有一個同學需要，我哋都會繼續。 去做，令到佢哋可以识得點樣去保卫自己。咁好多人会担心就係话诶会唔会因为佢哋参加咗训訓練班啊，个人资料会冇保障啊，或者诶到时嗰个上堂嘅情况会唔会诶唔安全啊咁樣？我可以同大家讲我自己係诶上过呢个課程啦、啊，亦都認識导师啦、啊，亦都知道佢嗰个嘅现场里边咧係会有一个即係 security 嘅一个。 就係 system 啊，係保障參加嘅學員嘅，咁所以大家千祈唔需要擔心。我覺得最大嘅威脅其實唔係俾人知道你參加自衛術課程，而家最大嘅威脅其實係你唔識得自卫唔識得去保卫自己，呢、這個先係最緊要。無論你以為我唔會參加前線嘅衝擊行動，我只不過行過連龍場就打你嘅啦，可能係。又或者你只不過喺地下裏面踩住何君瑤張相。 就俾人喐，咁點呢？係咪？我哋唔可能係話喺呢個時間等警察嚟幫你㗎喎，係唔會㗎。咁所以呢，一定係要靠自己平時嘅鍛鍊身體。香港人冇軍訓，一路以嚟呢，我哋都唔習慣將自己嘅身體嘅武裝起上嚟，變成係一個有行動能力、跑得快、可以適當時候可以保護到自己嘅一個咁樣嘅工具。咁希望大家可以能夠參加嘅。 我會盡量再公布新嘅課程嘅時間，咁啊一路同教練都商量緊，甚至會提供一啲進階嘅課程，即係話除咗基本智慧之外，想再進一步學一啲嘅誒同呢個嘅技擊有關嘅嘢咧都可以。咁啊完咗之後咧就會有一個嘅檢討啦，會大聽過大家意見之後咧再改進嘅。 咁啊！除咗呢個嘅智慧術課程之外咧，我哋都會誒諗其他嘅一啲，譬如我相信好多我哋呢年紀嘅人都同我哋反映咧，城人就係話呢三個月嚟一百百幾日喺一個咁壓抑嘅一個咁多嘅暴力場面，咁多不公義嘅情況，睇到新聞好抑鬱，好多人都有心理上嘅問題出現咗，精神狀態出咗問題。 誒，uh, 我覺得我哋承寨人嘅精神係咩咧？本住就係旁觀而不就手。我好希望能夠咧喺智慧術課程之後咧，係再做多一樣嘢係咩咧？係揾一啲專業嘅心理學家、臨床心理輔導嘅專家，係同大家做一啲嘅 workshop，係進行呢個嘅心理治療同埋心理輔導嘅 workshop。我相信呢個亦都係。 對，無論係年轻嘅或者年長嘅人嚟講都需要嘅，我覺得。除咗我哋嘅身體嘅健康之外咧，我覺得我哋心理嘅健康係好緊要，因為我哋要走嘅路咧，其實係好漫長。今日西班牙嘅公共電視台嚟訪問我，個記者問咗我，佢話：你覺得而家係咪最黑暗？我答佢，我話：而家只係開始，而家只係開始，唔係 end game。所以

內容亦都好清楚，我話林鄭係需要一場公關 show 去改善佢喺國際輿論層面嘅形象。嗱，你要記住，你成個對話活動咧，要整體咁去睇呢段時間，成個特區政府做緊咩嘢呢？就係佢喺《紐約時報》投稿啦，然後跟住派旅發局啦、貿發局啦，然後喺外國啦，跟住外交部駐港特派專員見外國嘅傳媒啦，喺香港啦。 都係同一個信息，就係話咧，我哋香港要盡快回復正常。嗱，林鄭呢一個對話 show 咧，已經得到一個初步嘅效果。喺國際媒體裏面，咧，《紐約時報》啊等等呢啲大大隻字就係講緊 face to face 面對面同呢個反對佢嘅人去 discuss 啦。呢個就係佢要嘅 headline。大家記住，好多人話：喂，如果我哋放棄咗呢個對話，咪俾藍絲去晒。」 做圍爐取暖，咁我哋咪唔抵？正正我哋需要嘅，反而係調翻轉，係要令到林鄭嘅對話書或者日後其他官員嘅對話書，只係成為藍絲嘅圍爐取暖嘅活動。咁樣嘅話，成個傳媒形象出嚟就係呢個政府仍然係死不悔改，仍然只係同一啲佢哋相信佢哋支持嘅群眾對話，而對主流嘅八成嘅反對佢嘅群眾係視而不见。 咁樣先至係符合呢個運動嘅利益嘅。我估計跟住會再有嘅。到時大家想點？有啲人話我唔想杯葛，我想入去。我希望入去嘅人係好清楚講出一個 message。我唔係同你對話，我而家我係利用呢個機會將呢個信息話俾全香港人聽。究竟有幾多少人喺呢個送中運動裏反送中運動裏面犧牲咗自己生命？有幾多少人喺新屋嶺被酷刑虐待？有幾多少人喺八三一？ 太子站里面，俾一啲蒙住面，唔知係咪大陸武警嘅一啲咁樣嘅速龍部隊，係無差別咁攞警棍毆打。呢個就係借住呢個對話機會，甚至我可以要求現場即刻默哀。我使乜同你對話啫？對乜嘢話啫？我就要你落台啊！而家係唔係要你對話？你諗下，當日伊利沙伯體育館嘅對話 s 有冇射過一個出嚟彈咧？冇。我睇現場記者採訪嘅筆記。 佢話當日嘅警警察克制嘅程度係有史以来至六月以来最犀利嘅，係因為咩么其實佢哋根本係做得到，唔去揽暴或者係暴力襲擊示威者，佢哋根本係知道點做嘅，但係佢哋選擇唔做。直至到林鄭嘅對話 show 裏面。因為如果喺出面放出雷彈，實在太過核突，所以警察就係用佢最專業嘅態度去處理當日嘅群眾啦。而林鄭係願意。 坐喺體育館裏面四個鐘頭先走，亦都係因為呢個成個都係警方嘅部署，就係、是、唔想出現一邊對話一邊食催淚彈放題嘅情況，避開呢樣嘢，等外國嘅媒體可以出現到佢希望嘅呢個目標。我今日睇到一份新聞處出畀國際公關公司嘅呢個 briefing，要佢哋去入標去做嘅嘢，包括其中一樣最重要咩？係向國際傳媒解釋一國兩制運作良好啊！ 呢個先是係佢嘅目的如果你認為喺個對話裏面，我用咗三分鐘嚟力斥其飛，令到佢冇面，那就好過癮。你諗下林鄭今日嘅文望係低到幾多少？佢會因為呢個三分鐘嘅力斥其飛而文望會再跌咩？絕對唔會啦，係嘛？佢已經係有史以来最低文望噶啦。所以我就話，好多人自嗨過度，根本以為呢啲公關輸入去鬧完佢之後就好過癮。你睇下十月一號會發生咩事？ 左部已經預告話有黃絲喎，準備襲擊警察喎，咁即係話襲擊警察嗰啲係佢哋啲人啦，佢哋安排好啦，梗係係嘛？跟住黃英豪就話出嚟，全香港整護旗手喎，即係話群眾對群眾嘅暴力衝突係會遍地開花嘅十月一號，所有對話 show 裏邊所講嘅嘢都會全部消失嘅，其實根本係冇誠意同香港人對話喺節目最後尾，我想。 討論一下呢個警隊翻閹兒哥，阿劉業成先生就喺警隊內部發表咗一封信俾自己嘅同袍。首先呢封信裏面嘅中文根本就係黨八股嘅中文，嗰種小學雞嘅程度，討論嗰種膚淺嘅程度，係冇辦法想像係嚟自警隊第二把交椅嘅高層。嚟嚟去去其實同民會大公嘅社論嘅水平係一樣咁低，而竟然係嚟自呢、這個。 翻閤兒歌寫俾同袍三萬警察嘅一封信，裏面最重要講係咩呢？就係、是、話抹黑香港警察為黑警係世界上最大嘅陰謀同埋方言，我哋被陷害。我想問下，成篇嘢佢話俾人陷害，究竟邊個陷害你呢？喂，既然你話到呢個係一個詭計陰謀，係目的係為咗陷害警察，咁你要指證個元兇係邊個？Donald Trump 又得，台灣蔡英文總統又得，李柱明又得。 肥佬禮又得，陳方安生又得，黃之峰、周庭都得，咁你起碼都要講下。完全唔講，既然你發現一個咁大嘅詭計同埋陰謀，好了一些人括住政黨、議員、宗教、傳媒、教育界及社工界，不擇手段打擊香港政府威信等等呢啲咁嘅嘢，全部講完之後，實際上係邊個呢？亦都唔知道。跟住借新聞自由為藉口，公然造假或斷章取義、扭曲事實，呢啲咪就係羅范招分。 話嗰啲咩十四歲慰安婦天使啊，嗰啲吳秋北啊，嗰啲嘅陸縱雄啊，屈啊李嘉誠話呢個咩深圳梧桐山隧道謀取暴利啊？呢啲咪利用假新聞咯？好了最好笑就係嗰啲嘅文字，我諗諗諗嚟諗去，我先頭以為嗰封信是係錯字，我哋唔會咁用的嘛，其實係。 佢最後尾嗰段，佢話：我恳請大家繼續以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回的精神去維護法紀。嗱，我唔知講乜啦。其實呢個守職而不廢係嘛，盡忠職守呢樣嘢根本就係你一個做公務員嘅基本嘅要求嚟啦。係嘛？好啦，以拔除仇恨之根、動亂之根的方針去處理暴力。咩叫拔除呢？「拔除即係輕輕將佢踢走，係拔除啊，大佬！ 如果你話係根仇恨之根嘅話，係咪？佢已經唔係第一次用撥除呢個字啦。最後尾先好笑，我们一齊共同努力，早日邁向止暴制亂的這個目標，讓香港回復到人人和諧相處、守望相助我们的家。你聽完係咪想爆粗呢？我諗小學生作文啊，都唔會作到咁低水平啦、啊。人人和諧相處、守望相助我们的家，成篇嘢其實你寫嚟做乜呢？寫咁多字。 所有嘅對警察嘅仇恨係源於六一二，大家諗返轉頭係咪？六一二裏面用橡膠子彈射擊市民嘅頭部，然後用催淚彈射向和平集會嘅中信大廈，差啲引發人踩人嘅危機。我哋已經唔記得晒，因為跟住之後嘅暴力場面太多。但係我仍然好清楚記得六月十二號發生咩事。呢、這個就係所謂仇警嘅起源。今日係九二八。 五年前我同邝荣宣喺金钟食催泪弹，当日射完八十七门催泪弹之后，镇暴警察冇再出动，即使最后尾清场，亦都係由军装嘅警察喺现场去负责。去到十二月嗰阵时，已经系点解嗰阵时候香港市民唔会出现咁嘅仇警你知要一比较咪知囉。将五年前今日发生嘅事同。 六月十二号，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二号发生嘅事，跟住七二一发生嘅事，跟住八月三十号发生嘅事，跟住再到呢个太子地铁站发生嘅事，新屋岭发生嘅事，你加埋一齐，我想问呢、這个是不咪是一个老屈嘅诡计呢？屈警察嘅诡计呢？如果是唯一令到警方能够讨回公道嘅，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成立由大法官主持嘅独立调查委员会。 然後公開聆訊、公開聽證。黃之峰收邊個錢？周庭有冇有日本人右翼團體捐錢俾你？然後呢個李柱明係咪同呢個 Nancy Pelosi 勾結？然後 Donald Trump 有冇有通過駐港領事呢、这個前領事唐偉康去捐助呢啲嘅示威者？或者 Telegram 是不咪是由 CIA 去介紹俾香港人用？一清二楚。我成日都話要查，唔係淨係查警察，查埋示威者。 你做乜咁大冤屈呢？你身为呢个翻烟二哥，根本就代表北京入去，直接指挥警队，然后用最大嘅暴力去镇压香港市民。呢一样嘢已经钉在耻辱之处之上，係唔会抹得甩嘅。其实，最有咩？我想呼吁大家，九月二十九号係一个嘅大游行。当日唔单止净系香港，包括有台湾，包括有世界上面好多嘅城市。 都會一齊去反對獨裁體制嘅遊行。十月一號雖然冇不反對通知書，但係我估計亦都會有好多市民上街。當日大家一定要照顧好自己同埋自己身邊嘅朋友，因為呢啲紅色護旗手會周圍出動，亦都大家尽量唔好去同呢啲咁嘅人咧喺街頭上邊為咗圍繞住嗰支嘅五星旗去衝突。 佢哋係做 show，做完 show 之後，護期之後就收税嘅，記住。你去衝突，其實你係幫緊佢收税，等於你去醫馆同林鄭對話，其實你係改善緊佢民望一樣。好啦，今集差唔多，好快，下個禮拜一再見，拜拜。